的话一样哦，我到那个 Google 上面去查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哈，当然这个有版权啦，所以你当然记得就是不要上，就是那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，第一个也许我 Google 一下那个什么慈母好了，比如说我这一张好了哈，诸如此类的啊，最好你要找的尽量是背景越单纯越好，因为如果要去背的话哈，像这种比较复杂的背景哈。你光要去背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如果你单纯像这一张哦，就会比较好去背。但是这一张有一个缺点，就这边有个缺口，所以如果你用那个快速选取啊，或者是魔术棒工具啊，这边都会有一点问题。没关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一张哦，再另外再把那个没有选到的部分再加选就好了。我前面有讲过嘛哈，所以那个去背的选取技巧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第二个的话，也许我就再找个康乃馨吧，不过你会发现康乃馨网络上一堆，但是好像有蛮多的，其实是要加入会员才能下载的，那也 OK 啦。不过就是说，你可能就是我假设要找一张哈，比如说这边的话，大概找个这一张好了哈，然后呢把它前往之后，一样右键另存图档，好，把它存在我的那个什么呢？存在我的那个下载区里面，就这两张，要把它改名，一个叫慈母，一个叫康乃馨。那把这两张怎么样呢？拖拉到我要变更的地方哦。所以首先第一个我要怎么样把它加过来？我刚刚讲过，第一个动作先新增一个什么呢？新增一个变化题，比如102的变化题哦。那你可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先增加一个那个假设哈，变化好了，OK 哦。那这边记得哦，那个尺寸哦，刚刚同学好像这个没。反正你大概啦，不见得一定要完完全全尺寸按这样。如果你要让它宽一点的话，那你这个尺寸多一点；你要高一点，尺寸高多一点就对了。我是建议大概是这样的尺寸，拿来输出可能会差不多，因为在荧幕解析度啊，不应该各位有荧幕解析度应该知道吧？我现在的设定哈，可以根据这个荧幕，因为你人家收到这个贺卡的时候呢，它的尺寸，它的荧幕尺寸多大，你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如果它在手机上面的话，你可能要最好是一个长条状的，反正就是符合按右键嘛，荧幕解析度。有没有发现我现在是1280乘那个1024，也就是说哈，如果今天对方收到这个贺卡，它放在它的荧幕上面，要尽量刚刚好。你要考虑到对方收到时候的装置哦，OK 哈。啊，如果在平板或在手机，可能尺寸又不一样哦，所以你这个地方可能要考虑，对方收到这个贺卡这个图档的时候，它是用什么装置去开启？那假如说我今天呢是以什么呢？以那个我们现在的荧幕看的话，它的宽度是从左边到右边，刚好就是1280，高的话呢就是1024，好，所以1024啊。不过特别重要是到最下面这边哦。它是1024，所以如果我一张图是1500，你会发现宽比它宽，所以可能会多过去一点点。好啊，如果你要完完全全符合的话，不然你就用了1200也可以啦。啊，高的话呢，我是用1250，所以会多一点点。哦，不然的话，你也许你把那个刚刚的尺寸啊，假如说你要完全符合这个荧幕的解析度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开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啊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也许刚刚我们是乘以五啦，也许你可以乘以四就好了。如果乘以四的话呢，大概就是1200乘上1000，这样的话看起来也许又更刚刚好了。反正这个尺寸的话哈，你们可以自己再决定一下，大概接近就可以。但是解析度不要太低哦，像刚刚300乘200，那太低了，以后看到就它只要稍微放大，哇，那个就变锯齿状或者马赛克，看起来感觉就不太好啊。另外你也不要太大，3000、4000，哇，那它第一收到的时候，它要怎么样？要先缩小，OK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列印成卡片的话，没有，那你尺寸就要更大一点，因为列印的时候哈，它的尺寸呢，如果你列印的时候哈，最好是它那个假设啦，我们今天列印的时候是，卡片假设至少是多少？六乘，不要六寸。乘四寸，对不对？假设这样，应该那个列印的话，你可以拿去冲洗啊。其实冲洗出来更好，但是你的尺寸应该多少呢？如果六寸的话哦，四寸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算，
它这个6×4有没有？输出照片的时候，这个六指的是6英寸、4英寸，那也就一般呢，最少哦，你1英寸里面呢，最少要有300个像素会比较好，最少了哈，最低标准300。那也就是如果你要拿去输出的话哦，输出成6×4×6×6×4哈，类似这种尺寸的话，你就是把六乘上多少？乘上300。所以这个宽度的解析度最好是1800。那这个4的话呢，最好也是要乘上300，好，所以等于1200最少。那这个300指的是300 dpi， 哎，不知道各位应该有看过这种东西吧？这边有什么72 dpi 有没有？72 dpi 指的是每一英寸哦，我只给它72点。那当然72点你在荧幕上看还好，看不出来，因为荧幕解析度本来就不高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拿去列印的话，最少300，甚至600。哦，比如说像那个婚纱照，有没有最少600的话，那如果这根把杆600的话，那这边上面呢就变3600，下面就变2400了。哦，以此类推啦，反正这是一个解析度的基本概念哦。你不要连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，那以后你要做出一些图档就会有问题，连拿去给人家冲洗列印都会有问题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第二步怎么样？我刚刚讲过了，你可以用渐层填满哈，然后呢，挑一个颜色，背景颜色的话，你自己选一个比较接近那个我们要的这种颜色哈。那选完之后的话呢，你就是什么，像刚刚一样哦，这边可以再拉一下，看颜色可以再移动它，然后呢，再利用这个拖拉效果，把它做一个像这样子，或者这样子哈，反正这个地方自己再去发挥你的创意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第二步就是把慈母这个部分把它选起来。那慈母我刚刚是直接哈，把它从那个什么外部拖拉过来了，我把这个再把它拿掉。一样呢，从我们下载区这2张图拖拉到它的灰色的地方放开。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慈母这个进来了。那如果我要把这个背后选起来的话，接下来怎么样？一样用。先把那个大部分的部分选起来，然后你可以试试看啊，快速选取跟魔术棒。不过我刚刚试一下，好像差异性不大。我先选用魔术棒好了 ，OK。但是魔术棒工具哈，基本上它有选到了，可是有几个地方好像不 OK。这个地方因为它可能是那个什么了，有一个缺口，所以它选就选到里面去。这边也有个缺口哦，然后这边好像会有一些。没有选到的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再利用我之前讲过的，先一把选取区怎么反转一下，二的话呢，再切到那个套索工具里面的新增哦，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新增，对不对？把它改成增加，因为我要把没有选到的再选进来增加。那怎么加进来？特别说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同学最容易忘记就是点选这个增加哈。然后 Ctrl 加号，把它稍微放大一下，从里面绕一圈选到外面，所以这个边边、哦、可能要小心一点点，这个可能滑鼠有时候要抓稳、哦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没有选到、哦、这边了、哦、我大概一下了，因为这个我们、哦、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选得很细、哦、所以大概绕一圈就可以把它加选进来、啊、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加选的话从里面绕到外面，所以像这一边这个好像漏掉了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我看得不太很清楚啊，大概就可以了、哦、好，把这边绕一圈、也许这边先把它绕过来、哦啊、这边也是一样，从外面、啊、不跟着从里面绕到外面，这个有点太不清楚了，大概就可以了、哦、好、啊、这边完成之后的话，换这边从里面绕到外面，然后把它绕一圈，啊，多了，糟糕，多了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把它扣掉就可以。这一块好像多了，那这边少了，再把它补进来，哦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今天你少选的，你可以从里面绕到外面。那如果刚刚多选怎么办？再把它扣掉。扣掉的话，从外面绕到里面去，把这一小小一块有没有，再把它扣掉就可以。哦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了啊。其他啊这边好像多一少一块。好，再绕进去，让它凹进去一点点啊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如果少，哎，有没有？
一个加一个减哦，特别重要是增加跟扣掉。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一样 Ctrl C 之后的话哈，再来就是把它贴到我们的这个背景 Ctrl V 贴上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就 OK 了。啊，再利用那个移动工具把这一张图呢移到假设右下角。啊，如果你今天希望这一张图放大一点的话，你就把它怎么样呢？ 利用编辑里面有一个叫任意变形，或者你记一下 Ctrl T 啊，其实 Ctrl T 蛮好记的，我习惯上会把那个 Ctrl 加 T 记起来。好，所以你这边的话呢，游标放这边，然后 Ctrl 加 T， 它就放大，有没有？它有那个空点，你可以放大，你可以旋转，你可以再移动。好，所以你这边可以稍微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调整一下它的。 角度，然后呢，再移到啊，最后他问你要不要套用，你就按套用，或者打勾也可以，哦，套用一下，然后再移到可能这个位置好了，哎，假设这样子，哦，放在这里好了 ，OK， 好，啊，最后的话不要忘记哦，因为我们是贴上会多一个图层，那这个图层叫什么名称？它会在这边显示，哦，你就把这个图层哦名称改成叫慈母好了，假设这样哦，这边有个慈母好了 ，OK。 反正我这边也是从网络上 Google 慈母两个关键，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多背景上面多一个慈母的图层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一样把康乃馨去背啊，去背的方法一样 Ctrl 加号，然后呢，利用什么套索工具点一下，哎，这个好像比较简单，一下就 OK 了，选取里面反转，反转之后 Ctrl C 之后的话呢，再到背景 Ctrl V 贴上。 哎，一个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今天送一朵，好像感觉不够哦，所以你希望哎把大小 Ctrl T，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，旋转一下。假设这样好了 ，OK 哈。然后打个勾。啊，如果你觉得一朵不够的话哦，你希望多个几朵的话怎么办？这边哦，图层改一下名称，叫康乃馨，叫康好了，康一，好。 那如果你要多几朵怎么办？按右键，复制图层，然后康二好了哈，这个第二朵。那不过你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两个现在还是一朵？哦，记得哦，康二在上面，移开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康二，然后再来就按右键，再来复制图层，就康三好了。哦 ，OK 哈，反正你看你要几朵了，那再把它移动一下，哎，康三就有了。哦 ，OK。那怎么放？我想自己在。 再试一下哈，啊，另外当然大小你也可以调整了，有的大有的小，比如这一朵要大一点点，哦，这一朵大一点，哎，反正这个自己再发挥创意好了，啊，打个勾一下，好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个顺序，这个康二的话呢，Ctrl T， 选这个图层，然后这个稍微再更小一点点，哦，然后把它打个勾，哦，就有越来越大的感觉，不过这个好像。 OK， 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一个背景，加一个慈母，再加三朵花 ，OK， 哈，然后也许上面再加一个什么呢？母亲节快乐，这个字要怎么加？哈，待会我们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啦，不见得完全要一模一样，你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哦，把那个你想要呈现的那个样子哈，哎，自己再试试看哈。